歇。到哪儿了？哎，你别动。怎么了？真的就把你放在这吗？不用送你了。哦，对。太麻烦你了。慢点开啊。说不送还真不送，这么晚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末班车。哟，过了12点，灰姑娘终于舍得回来了。幼稚！哎呀，跟你说，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。你说这么晚了，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那个车站，我幸亏赶上最后一趟车，要不然我这工资还没发，我就要花钱打车了。说的那么热闹，谁啊？还能有谁？我那个灭霸老板呗。哎呦，说好的高级职场小白领呢？怎么弄得像去抢了春运火车票似的？怎么办啊，夏弟，我这才第一天上班，我就冒出了200多次辞职的念头。那就把这个吃了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再战。我认识的许一人可不是个轻易放弃的人哦。夏弟，少臭美啊，放我鸽子的账还是要算的。那也得等我先吃完再说嘛。